吃饭了，餐厅会是我第一次前往用餐。那我现在呢是在我房间。一件事情想告诉大家，因为开始拍摄影片之后，其实多少会有一些喜欢你的人跟不喜欢你的人，这是正常的。可是当你自己其实如果有时候没准备好的时候，其实会比你准备好的状态下接受到这些讯息会更容易受伤。那像我，对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 每个人都会在意，觉得说这不是那么严重，可是有些人会把它放大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也没关系，因为毕竟我觉得说，或许这是不好的地方，我自己觉得我要改，要进步，我也想进步，所以我要说的是，或许我这个频道会停更一阵子，再加上顶多就是更新一些 shorts 之类的，或许会更新一些动态的话，也是在 IG 上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，刚好在坐在一面立镜前面，不知道有些人也默默支持我，我是需要带进步的空间，所以我可能会停更一阵子。感谢所有这一路上我经营的2019，我开始经营到现在，虽然说2019就开始经营，但认真经营的话也算是今年甚至去年才开始。好，题外话，主要就是要讲频道可能会停更一阵子，再加上 做的比较没有成就感，会暂时先休息一阵子。或许之后还是会更新几部影片。等一下的这家餐厅，其实是我蛮期待的，算是给自己一个庆功宴吗？对，好吧，就是算是给自己一个犒赏。所以等等会跟家人前去一同前往用餐。那我们待会见，拜拜。
老板，我问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以前好像有牛小排，对不对？带骨牛小排。假日才有带骨牛小排，我了解一下，谢谢。